究竟是什么原因让破防的蛋仔主播宠爱粉丝？自打你们给我整了这个表白视频，我看了以后给我整的是好几天都食欲不振，精神萎靡，我妈见了我都不叫我180斤的大胖子了，说什么我最近肾虚了，精气神都没了。哎，我这情况终于是在今天就恢复了，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吗？把口水收一收。我操，你明白吧？这才叫做真举牌，给我的口水都流到视频中人的腹肌上了，这再让我想到之前小黑粉给我送的，相比之下这是多大的差距啊！不行，必须找个机会给小明炫耀一下。我操，你发我老公干什么？咋了？不让我发自己是不是？你看粉丝给我做的新举牌怎么样？我说的我老公是举牌的，照片的这个丑男是谁呀？真煞风景。不是你，你什么你？快给我也整一个！哈，小明，你原来是这样的人，这么快就移情别恋是吧？我发誓，我这辈子要是给他做一个这个，我就不姓赵。不是，10分钟过去了，你好了没好？我很着急的好吗？没好，我这辈子都不给你整这个。今天让你少跪2小时搓衣板。好嘞。我操，兄弟们，这多带劲儿啊！我就喜欢这样的。既然你们这么乖，那我就放过你们，不开直播加女装给你们表白了。但没想到你们还是挺怕硬的哈。那干脆以后也别叫我胖头鱼了，不然我还是老办法，穿奇丑无比的女装，让你们也感受一下3天吃不下饭的感觉。听话，以后别叫了哈。